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圆圆。双十一抢先购，天喵国际进口超市抢第二件零元，需要的请点击简介链接。10月14日，有媒体曝光了黄轩与圈外女友带着双方家人一起聚餐的照片，疑似好事将近。图片来源于搜狐娱乐，黄轩和女友十分孝顺，全程站立向长辈敬酒，耐心倾听长辈的教导，还不忘照顾着席间的亲友。他们看起来超级般配，如同一对璧人一样，满脸笑容，似乎心情不错。图片来源于搜狐娱乐，用餐结束后，黄轩和女友陪同长辈一起走出餐厅。黄轩穿着简单的卫衣牛仔裤，打扮清爽，就像大学生一样。他的女友穿着卡其色针织衫，看上去超级时髦，非常的有气质。两人都十分低调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开心的和亲友们寒暄话别，很有小两口的感觉。图片来源于搜狐娱乐，黄轩和女友站在饭店门口与长辈们寒暄了好长时间，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。他们在临走前还互相拥抱，十分黏人。黄轩表现得很有礼貌，主动和男性长辈握手相拥，女友也一直笑意盈盈地与亲友聊天，两家关系很亲密，似乎已经非常熟悉了。图片来源于搜狐娱乐，此前黄轩与圈外女友被拍到同游上海，随后36岁的黄轩大方地在社交平台官宣了恋情。他的女朋友气质超好，长发披肩，有着一种文艺的感觉，和黄轩超级般配。如今两人相处了几个月就已经见家长，看来交往非常顺利，感情也在不断升温。黄轩早已到了应该结婚生子的年纪，如今有了交往稳定的女朋友，相信粉丝也都会为了他开心。祝他和女友幸福甜蜜，期待早点听到他们的好消息，一起迈向人生新旅程。点赞了吗？关注了吗？谢谢。